同学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生命教育第四讲。那上的内容是生命教育的理论，也是延续第三讲。那首先介绍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包含了单元目标、压力理论与生命教育、伦理理论与生命教育以及道德理论与生命教育。 那接着就看我们今天的单元目标。我们这一讲结束之后，希望同学能够了解，呃，压力的意义与起源。再来呢，希望能够说出压力源的分类、适应与应应，说出伦理的意义。 还有，希望同学能够解释生命伦理学的后设伦理，也就是理论伦理学。还有，希望同学能够说出杜威道德论的分类。那最后，希望同学能够体会生命教育实务的重要性。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压力的理意义、起源与分类。 那在意义方面呢？压力的意义，我自己在一九九三年在论文中写出，压力是一种精神与身体对变化的反应，所以其实是很简单，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压力一定是很大的一个。 呃，现象才会造成。其实任何的一个改变都可能造成压力，只是大小，而且这个大小是因人而不同。有的人他觉得这个压力没什么，比方说，呃，他考试被当掉。 那 A 这个同学觉得没什么，那我这个再努力再重修就好了。那 B 这个人觉得哇，那不得了，这我回去会被我家人修理啊，哇，又要花钱等等。所以每个人对于压力的大小，换句话说，能够耐受压力的压力域是不同的。好，这样下面介绍压力的起源，就什么呢？会造成压力呢？比方说挫折。 威胁冲突，那冲突又有分成双臂冲突、双屈冲突以及屈臂冲突。所谓双臂冲突，就是这个冲突是不好的，所以两个我都不要。所以啊，比方说，啊、呃，你要这个这一科被挡掉呢，还是说你你要这个考试作弊被老师发现？ 那我都不要啊，这个双臂。那双驱呢？这两个都要。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可是我都想要啊，对不对？这两个。那缺臂冲突就是我们是想要好的，避开不好的。比方说，我希望说这有。 我交朋友哈，这异性朋友这两个，呃，一个呢是长得很帅，一个长得很丑，可是都是男朋友。我想交男朋友啊，那这时候我希望我交的是一个帅的，因为就是趋避冲突哈。好，再来压力源的分类、适应以及因应。 压力源的分类有几大项哈，像重大的生活事件。什么是重大生活事件？比方说，像一个人结婚啊，就是一个重大。你说从一个单身的生活，一个人生活，到要跟异性在一起，另外一个生活就是，或者说，呃，这个离婚也是，这都属于重大生活事件。再来，生活困扰。 生活困扰很多，生活中的小细节都属于生活困扰。比方说，有的人有洁癖，我希望家里的干干净净。那是可能家里的成员呢，另外一个人就是很邋遢。这时候你会觉得哇，怎么搞啊？整天在这收他的烂摊子，就会觉得是一个困扰。可是有的人他觉得说没关系啊，就是反正马马虎虎嘛，各得过且过。 哦，所以这就是生活困扰，也是因人而异。再来灾难事件，比方说像前一阵子的这个澎湖的空难，还有高雄气爆的事件，这都是属于一个灾难的事件，那造成。 大家生理、心理、经济的损失都很大，甚至很多我们会造成呃压力后症候群，就是说重大压力之后，我们这种就会产生一种生理上的一些症候出现。好，再来社会事件。 呃，比方说像前一阵子的学运啊、哦，就属于一种社会事件。那这个社会事件，可能因为媒体的渲染啊、哦，或者说是偏颇的报道，都会造成大家心里不舒服，这也是形成一种压力哈、哦。最后，当然心理困扰，每个人都会有心理困扰。比方说，两个是好朋友。 诶，大家本来都很好，可是一起出国旅行就发现哇，原来有很多是自己不知道的他。他那这样会让自己觉得，诶，他怎么会这样啊？这就是一种呃，我们心理的困扰。可是我们是好朋友啊，那就忍耐吧。下面再介绍身体对压力适应的阶段，第一个叫警戒阶段。我发现这一件事情了、啊。 对我产生压力，嗯，我要小心。比方我刚刚举例说，我发现我的好朋友，因为他的一些行为让我觉得不苟同，嗯，我可能不能再像以前跟他那么好，可能有些我要有所收敛哈，就是说保留一些。再下来，抵抗阶段。 那我发现他有这些情形，结果发现他也没有改，那会影响到我，因为我们两人在一起，人家会认为我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有这种的行为、这种看法呢？ 所以这抵抗，也许我就开始慢慢跟他疏远哈。然后衰竭阶段呢？衰竭阶段是比较严重的。那用刚刚的例子比较不合适。那衰竭阶段一般就是说，比方说像高雄气爆事件啊、呃，刚开始啊，大家觉得像个灾难片，那当地的居民也觉得很困扰，那想说，哎，高雄市政府应该会做一些处理啊。那结果就是慢慢等发现啊，都没有那。 事实上，那个化工公司也都还继续在营业啊，等等，就会发生不满意，然后接着不是又是天下就是开始下大雨，那又变成淹水，那慢慢这种就到衰竭，可能就会很愤怒啊，会很不满啊，等等哈，这衰竭阶段。好，再下来阴影的分类，阴影的分类分成问题导向。 呃情感导向哈，呃，在那个我们如果就问题导向，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去做处理，去做 coping，去慢慢去适应哈。那如果就情感导向，常常是我们会因为感情，我们去接受这个事实。 不像问题，去把这件事情去解决，就不会再有以后的困扰。所以老师比较不赞成用情感导向，因为情感导向往往会留下后遗症，一次、两次、三次，最后就爆发了。所以最好是针对问题导向把它解决，但是我们注意自己的态度，去做一个彻底的解决。 好，因应的方式有很多种，比方说放松自我、规律的运动啊、向人倾诉、自我的控制、调整步调、安排生活。 最后当然没有，实在没办法，我们就要去就医。那其实哈、哦，希望大家都能够面对自己的状况就医，其实不可耻。可是有的人就觉得啊，我去看好像精神科，我就是有精神病，很多是一些心理困扰，有时候跟精神科医生谈一谈等等，把那个症结找出来就解决，就很简单，连药都不用吃的。那不必有这种哈、哦，我觉得其他人也不。 应该有这种不正确的看法，所以说朋友如果有这种情形，是可以鼓励他。当然，我们自己有这种情形，实在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去就医。不过，老师比较建议同学。 不要忽视一些小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就像老师刚刚所提过去，把它面对这个问题去解决，否则的话累积常常是不好的，就会最后就你只好走到就医一途。好，所以不要就是啊算了算了就是这样哈，这种那个消极的态度是不合适的。下面跟同学介绍伦理的意义。 伦理是指人与人之间行为的准绳或者是规范啊，这个是我想大家都能够体会。那生命伦理学的后设伦理，它包含了内涵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原则主义，就是自律原则、不伤害原则、失意原则以及正义原则。 这四个生命伦理的原则，我们分别介绍一下。第一个是自律原则啊，这常常在我们医疗界哈就有，就是知情同意。换句话说，我这比方说，我罹患了癌症，那这时候呢，应该医疗界的就医护人员要让我知道。 我得的是什么病？同时呢，呃，我比方说我要接受放射线治疗，还是化学治疗，或者其他的合并，甚至手术治疗等等。那我知道，而且我要同意，我要写同意书。这个是我们所说的自律原则，自己一定要。 同意这一件事情，不是说医生说什么啊就立刻要做，我们自己可以考虑。所以，我们常常在医疗界是讲希望能够 second opinion，就第二个意见。你不要说啊，这个医生，比方说他说你这个病啊，立刻就要，比方说呃那个乳癌，他就说你立刻要整个乳房切掉。 可是事实上呢，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第二家医院再做一些检查，说不定可以发现不必要整个，因为常常整个乳房切掉会造成一些心理的哈 body image 的改变，那会影响你的心理，甚至造成一些很多的后遗症哦。这不是好看的问题，常常是人心理，有的人就特别在意这些事哈。哦 好，再来不伤害原则。比方说，像预立遗嘱，预立遗嘱是很重要的。呃，我们如果能够预立遗嘱，可以，就是说，比方说，万一真的有什么临时发生什么大事件的时候，我不会有一些遗憾，因为你这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处理，家人也不知道。老师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老师第一次出国念书的时候。 那第一堂课刚好就上 a s i c 上伦理，结果老师看啊、呃，这个教授看到我是亚洲人，就跟我讲哈，有没有预立遗嘱？因为遗嘱的英文是 will w i l l，好像那个将要那个哈。那我想怎么可能呢？他怎么可能叫我问我什么预立立遗嘱？我一定听错了。 我就摇摇头，不知道嘛，就摇摇头。那那个教授就觉得很可怕，你既然搭飞机搭这么远，你怎么可能没有立遗嘱？不过我也确实那个时候没有立遗嘱。后来在外面念书之后，才发现西方社会他们是很早，他们成年之后家里的人就会让他立下这个位啊，预立遗嘱，因为这。 呃，不一定是财产的问题，很多是你因为预立遗嘱，你可以及早做一些准备。呃，比方说像我上研究所课程，我有要学生写预立遗嘱，结果他们都发现他们有很多想做该做的事情都还没做，然后赶快去做，这就是预立遗嘱的功能之一哈。好。 第三个是失意原则，失意原则就是消极的不伤害，那积极呢就是失意就给他等于一些正向，但是不应该沦于家长主义，这也是常常见到朋友之间也是常常会有这样，比方说一对夫妻哈，先生常常会就是。 排便有异常，就是解不出便，也就我们通常所说的便秘。那这个太太呢，常常就是啊，我帮她按摩腹部啊，等等。那朋友就比方说，这个另外一个朋友就说：“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你应该要到健健 gym 去啊，到健身房去做运动啊，等等。”那这个太太说：“我他我先生身体不好，不可能去做那边做运动。” 那这个朋友就一直要求他去做，这最后两个翻脸，这就是《论语》家长式的。常常很多人说不行，你一定要这样做，最后人家就算接受也是勉强接受，这一次接受以后不接受，所以不要《论语》家长式的这种强迫哈。再下来，正义原则，这关系到基本的权利。 比方说，鉴宝基本费率的上限，哈，还有官说的文化，这基本费率现在是有做一些调整，过去是没有。我们就觉得很多人他赚很多钱，结果呢，他的鉴宝费率就是最高，呃，比方说就是到四万多，我们就觉得这怎么可以？那现在慢慢在有调整，好，这就是说属于正义原则。好，第二个介绍的是脉络主义。 那这是要依个别差异来诠释这个脉络主义。在讲的时候，我们希望是要用一些真实的案例，那避免使用假设。还有呢，要还原真相，那要注意一些细节，因为脉络嘛就是细节。第三个要协助个案面对问题。 强化他的推理能力能力，我们一定要是面对问题，不面对问题，其实就是一种鸵鸟的心态，啊。 呃，老师其实自己家里面有养小猫，我就觉得真的也是这个。像比方说，猫都喜欢抓东西，我听到它又在抓箱子了，然后就赶快赶过去。它一看到我过去，它知道不可以，它立刻躲到窗帘，它把窗帘拉开，就头就伸进，就躲到窗帘里面。它认为这样子我看不到它了。 有没有？这就是没有去面对问题。他应该是这件事不能做嘛？他怎么说躲起来？只要不看到我，他就以为没事了哈。好，再下来哈，就是我们要协助个案加入道德诊断的历程。这个在今天社会，老师其实是觉得很重要。比方说，老师前一阵子去华山创意园区。 然后就发现哇，这每一个馆啊进去都很小，然后呢，门票就要两百五、三百五啊，或者说买那些动画的人物的那些东西都很贵。可是呢，都是年轻十几岁小孩子、大学生在那边毫不手软，我们这些中老年人反而觉得哇，怎么会这么贵？ 可是呢，我们要看到社会上常常说，哇，我们这个薪水一辈子也买不了房子。如果照这样花钱又买名牌等等，你怎么可能买得起房子？所以真正问题在哪边，在自己对钱使用的态度问题。哈，好。 再来重视论辩分析跟凸显权力的无所不在，哈、哦，这个就就是刚刚一再强调的。好，最后就是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我们很重视的是道德的抉择以及个别差异，强烈的反对性别的歧视，但是呢，尊重男女有别。 那在这部分男女有别，其实哈，这一定要尊重。呃，我们现在都说女男平等，在职场上好像也都是这样。可是老师自己因为做了很多学校的主管，就发现，呃，一级主管常常会因为你是女的，你讲的他不得不听。也许他表面接受，背后啊，这女人家的想法或什么。 有没有？这就是对于女性的一种歧视，哈，会认为像我们说开车啊，这个前面这个人开的啊，这个一下乱变换车道或者开得很慢，这一定是 ladies driver。事实上，常常是不是不是这样哈？所以这是不对的。接下来介绍是道德理论与生命教育，呃，道德教育会影响我们国家社会的安定跟发展。 嗯，不知道同学有没有这个想法？我想同学听我上课到这一讲，应该比较。 能够了解老师啊，老师很重视这个道德。我觉得今天的社会好像没有什么重视道德，尤其社会上，学校常常说不能跟社会脱节，但是我发觉学校常常是媚俗，跟着社会走，因此呢，学校最根本的道德沦丧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也许。 这一两年不能感觉，五年内一定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哈。那以后课程当中老师会陆续讲。好，比方说像我们现在哈，呃，逆子弑父或者卖女为娼啊，网路援交啊，父亲性侵害女儿等等的事，层出不穷。 这就是道德的关系。他们在学校教育没有给他这个道德观念。呃，现在家长应该大部分也都是大学毕业，没什么，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现象了。他们有受过教育吗？有。 我们以前教育没有普及，很多都国小毕业，有没有这么多乱象？没有，所以我觉得根本上是学校教育的问题，而不是说呃教育学制啊，受高等教育我们一定就会好，不一定的哈。好，杜威道德论的代表介绍，第一个广义的道德就是说教育的目的就是道德，对不对哈？那再来。 发展性的道德就是分成三个层次哈，本能需求层次，我想要，对不对？这是我一个本能。那你俗的层次，我没有办法，因为我不能去偷啊，这个是礼俗上不准的、啊。那良心的层次，我如果去偷了人家的，要是那个人需要钱，我偷了他，那人家怎么办？这个良心的层次哈。 好，社会性的道德就是学校教育不应该跟社会脱节，这是在呃杜威那时候讲的。可是呢，今天的社会好像是相反，社会不该跟学校脱节哈。所以说，学校教育要发挥自己的呃正馈的功能哈。好，再来，道德是群性的。 社会哈的，所以它不可以自外于社会体系的运作，还有道德的价值活动，就是社会的行为。我们今天看到社会的行为，常常觉得有脱序的现象等等，对不对？这就是道德价值沦丧造成。那所以这是该做的改善，不是政府要做改善，这是学校的师长。 应该做改善，我们家庭教育应该做改善。我们常常在餐厅里面听到啊，小孩子们大吵大闹，或者在买东西的时候，那父母也不管啊，然后呢就让小孩在那边，或者甚至父母自己也在那边大声吆喝等等，这都是不对的现象。好。 教育应该使学生具有实力以及发展的潜能，就他毕业之后有能力才是最重要的。好，知行合一的道德就是说，呃，行为的动机跟结果都是连续的，以及良好的道德，我们应该要兼顾个人内在心理环境跟外在的社会环境，就是不能脱节。 啊、哦，换句话说，道德不仅应该实践，更应该知行，就知道了解，这样才是落实的啊、哦。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谈到的理论的部分。接下来进行我们生命，你我他。 我们今天“生命你我他”讨论的是学校、职场与道德教育面面观。我们先介绍老师旁边这位美少女哈，我们前同仁医院的副院长杨副院长杨贵凤。好，杨老师好，好，很高兴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生命你我他”的道德教育的案例。好，那在这个部分哈，老师先讲一个，就因为老师自己是在学校。 那在学校的时候，就是有跟一些大的企业，就是说希望我们毕业生能够让他们到职场上去。那人家企业界也希望要好的学生，又不只有你们这个学校。所以呢，我自己的做法，我虽然是校长，但是呢，我把有兴趣报名的同学集合事先集训。 就是告诉他们一些基本的礼仪、应对、进退等等。也许的，同学觉得哇，谁不知道都知道，那就错了。年轻的孩子觉得。 这有什么关系啊？我刚毕业，薪水大概这个也好是还不错啦，但是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也是这个基层做起啊，所以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你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第一印象是不好，就算学校强力推荐你去了，未来你的发展也会受影响。所以这是有相关的。那今天会有一些实际的案例哈，无论是正向、负向。 我们请杨老师跟同学来分享一下。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道德教育的一个案例。那学校教育、养成教育也是很重要。那我们有两个案例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在日前的时候，有一个国二的男学生在下课的时候呢，他在走廊大声的喧哗。 然后呢，就用脏话辱骂老师。这个时候，有一个女老师就制止了她，没有想到呢，她竟然出手去扯了老师的头发，而且把他推倒，导致老师的头颈部是受伤的。那这个家长呢，就为了袒护这个小朋友。 就反而是指控说，这个是女老师先打的这个小孩子。那事实上，这个学生一直长期也有嚼槟榔啊、吸烟一些偏差行为的问题，也让校方非常非常的头痛。好，那这是其中的一个案例。那另外，我们再讲一个案例，就是在前阵子，可能大家在社会新闻上也有看到，就是新竹县发生的一件骇人听闻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吴姓男子长期失业在家里面。 那都没有工作，靠父母接济，结果常常跟父母发生口角，以后呢，就有常常会跟父母发生拉扯。那父母都隐忍，都没有哎、欸、报警啊，也没有在呃管教他。后来有一天呢，就是因为他喝了点酒，结果呢跟老父起了争执，结果就拿锤头打死了老父母。饭、嗯、后以后呢，就竟然还是说他并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那这两件案例就让我们发现到说，其实家庭教育在道德教育上面的重要性，这样子，对。 大概是这个部分，对，像这个部分啊，大家觉得说哇，怎么会啊？这种骇人听闻的事件怎么可能发生？但是很多事情就是。 因为小处疏忽，比方说啊，这个小时候他这个抢人家那个小孩子嘛，去偷人家东西啊什么啊，这小孩子不懂事啦，就说哎，你要小心，不要被人家看见啊，这变成一个负向哦，你只要不被人看见就可以。事实上，这在家庭教育就出错了，那在学校教育。 包含今天的学校教育，在甚至教育行政主管单位都会错。 错在哪里？我们常常听到这个学校办学好不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毕业能够考取国立大学或者国立呃呃就是前三志愿有多少？如果说能够考得很好，就说这个学校办学是成功的。如果同学记得老师刚刚说过，杜威就说过了，学校教育最根本的是道德，那这个跟。 这些有关系吗？是没有关系的，对不对？这些考试的好坏等等，也许是有一些关系，但绝对不是这个孩子他未来是不是能够发展的关键。因此说，希望说，所有我们身为家长的，身为学校的师长，一定不要离开我们教育的本质是道德，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一些理论，大家因为老师有举一些例子，所以相信同学都能够了解。那了解之后就不要害怕，我们去记一些理论，最好用一些案例去思考，真正的关键在什么地方，这样对同学就有利，也不必太太在意考试的成绩。我学到什么是最重要的。好，我们今天到这边也谢谢杨副院长哈，各位同学再见。